学姐，你想不想跳舞啊？不想。明天，我想上洗手间，你跟我一起去上洗手间呗。我肚子不舒服。啊？我们俩？对啊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孙浩他自从上次烧坏脑袋之后，就有那个密室恐惧症。你陪他去吧，孙浩怕怕。对对对对对，孙浩怕怕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哦，走了啦，陪他去吧。嗯。别以为我会让你有机会跟明天跳舞。美女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好啊。Are you ready for this？ 叫救护车。我妈也打电话。那个，好像刚刚我们学校校长找我，临时有点事儿，改天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蚂蚁城，给束光就想往上爬，还有半个 party， 我们就真的可以和解，就想。风雨呢？今天天气不错啊。你怎么老跟着我？啊？我一个人也没地方去，再说全学校就我们两个男生啊。佳倩，快点。我们是知音的学生，能给你拍张照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啦。哎，没关系嘛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两个还可以促进一下两校和谐，多好啊！来来来，拍。再换一个，换一个，下一个吧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学姐。喂，孙浩，你在哪里啊？上厕所怎么上那么久啊？哎，我在跟同学拍照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校长这回得好好感谢我和明天，我们两个彻底用高颜值解决了两个学校之间的偏见。不要管那些了，赶快把明天带过来。听见了没有？啊！放人呢？放人去哪？明天。明天。学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出来透透气，我不太适合这种场合。学姐你呢？我也是，平时在公司没办法，必须要应酬，可是回到学校，我就不想再忙着应付别人了。
你看什么呢？哦，第一次看到学姐穿成这样，挺漂亮的。你也不错呀，还挺帅的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穿的挺正式的，看起来还挺会跳舞的。你会吗？我不太会跳舞。其实呢，跳舞吧，跟格斗差不多，对手向前，你就要向后退；对手向后，你就要向前进。学姐愿意教我吗？练习格斗的时候，学姐是我的教练，在跳舞方面，我也应该向学姐学习才对。来吧。这样，我搭着你的肩，你的手放在这儿。哦。先退左脚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这只脚。对。不好意思啊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。难吗？真的不难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学姐的情形。管着吗？你还记得呢？很难忘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看好明天。学姐，对不起。